看，我想听，跟国人聊天哦。对，你说，请说，请说。王家八哎，你，然后红锤吗？还是啊？有红锤吗？还是还没红锤？还没红锤啊！敢冲去啊！妈的，这冲加十啊！哎，阿哲，你要锅子吗？这里有锅子哦。怎样？加十哎！你妈啦，真假的？我没胡乱哦，截图给你看。干啊啊啊！丢拍卖可以卖多少？我看一下。啥小加十？你用我跟你讲，你用台币去换算，一台币等于4000游戏币，然后你就是用游戏币去，就是你用你那身上那个的可以卖拍卖游戏币去除以，就是4000会变多少钱？会变就会等于你的台币。阿哲，你要二头吗？我二头。在不在？我不要个点。你看，你要不要那个啊？就是你把它，你就是去交易板，然后问说：“哎，这个有人要收吗？”阿哲，你要锤子握把吗？哦，你蛮配好。你那个拍卖游戏币可以卖多少？这样爆了！他们都是你们还缺客人吗？我3100万，干，好爽哦！3100万，你就算啦、啊、就是3100万除以4000会变多少？就是等于的台币除以四吗？除以4000，哦，我算算看，就会是那个变成台币的价值了。你要快速抽插弹夹吗？阿哲，7750。对啊，子弹呢？我300多发。你要冲过跳消音管吗？他得他啊，7750哎，那就差不多，差不多是77，就差不多就是那个价钱，就卖掉可以卖那个价钱。我花天堂的钱。可是重点是你要卖掉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收啊？你可以去交易板问啊，你要去 RO 交易板问，就说这个人要收吗？哎、啊，可是重点是基本上要转赠送的，主要是要转赠送比较麻烦，就是最麻烦，就是你要转赠送，赠是对，就是赠送，要赠到才你要去赠送，你又拉到，然后已经把它转好，然后别人才会跟你收。我还在想要怎么卖我这个干，如果可以卖掉这个照，可以卖30000块干，如果会的话，如果有人要的话。而且我也对，好像跟国人对话，可恶。两门被炸掉一面，噗砰！哇干！哎、欸，阿哲，你又要拿步枪吗？这里把 M416。看来你很爱用。还好啊，这里有枪屁股啊，我还有锤子握把，你只要控弹夹跟枪口就好了。36个，大概4对，我一对，还有3对。
跑毒了，跑毒了。好悲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时候最尴尬，就是说前不前不后最麻烦。你尽量对，鸭子看你喜欢哪种，就是贴圈打法，或是不见我还炫耀我。你要不要你去搜寻那个交易版啊？应该怎么做？赶紧回来，把武器装下。怎么好冲？怎么那么好冲？很难冲啊！你疯啦！哥，我怎么感觉那么好冲？我就想要回来玩。那还好了。你弄好一个，你要弄别的、啊。你知道加时真的差很多吗？很强，差很多，很多东西很就是你加时，有些东西就是你要加时之后才有能力啊。啊，你加时之后啊，然后你还就是他那个经验值就是会给经验伤害，经验伤害变高。这是差到果干多哎、欸，有差吗？对，我不知道你的人。整整差一两百，一两百而已，还好吧？就是那个、啊、我说那个数字上面，数字上面不太懂，就是那个能力值上面不是有物理攻击？对啊，我看我真假的差那么多，物理攻击差很多，两百物理物攻差很多的。你啊，然后如果再加一些整关加跟一些料理，那不是破两三千？对啊，差不多。然后我再插两张那个犬妖那个什么，反正犬妖卡还是什么卡？你是玩什么 ADL？ 你可能还要再弄3D 游侠吧？3D 游侠，你说什么衣服吗？对啊，我有啦。哦，是的，啊，你要高精炼啊。那些我都有，也被炸死了。就只差卡片而已，我没搞差卡片。干，这个地方好难打，不喜欢，我觉得。对啊。干他妈！我一直需要粪池。干那边台蓝车想开啊！我还没休啊。对啊，我休两，我直接请假。干太爽了吧！我组长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没事哦，啊，帮我们先没事啊，那就休假吧。”他说这样啊。对啊。太爽了。你不是也休吗？对啊，我也休。其实我可以休五天。我休14天，好爽啊！我想要卡酒吧，不要进去了吧，在外围比较好。我觉得最后点会在六洞里面，干。哎，怎么刚好在这里啊？真的蛮靠北的。对啊。用词。他们有台车哎、欸，不知道后面不知道会不会开。你们运气不错耶。
但这种都很尴尬，好吧？我说你圈在对面，你就很难打。好像玩了。你说什么？只是要星期五啊？对啊，感觉只用买就好了。不是玩一下就不玩了？这游戏摆在上啊，百五。哪个游戏不是玩一玩就不玩的了？吃鸡啊，不一样啊！吃鸡就等一下，等一下是 low 的感觉。150吗？这可以跳下去，左边那一栋。我看到人，对面三道人。南方就是195那边。